那要过年了，上海的年宵花市也是格外的热火，像蝴蝶兰、富贵竹、富贵子、橘子树等等各种颜色的喜庆，寓意着美好的花卉，非常的畅销。商家介绍说，在今年的花草价格基本与往年持平，有的品种比往年更便宜了一些。松江的石湖荡镇一家苗圃内，各种颜色的蝴蝶兰正整整齐齐地排着队等待出货。根据介绍，春节期间园区共有花卉20多万株，订单销售在元旦之后就开始了。花卉兰每盆售价180到230元不等，组合盆每盆售价达到500元以上。虽然价格不菲，但是目前园区的蝴蝶兰已经基本售空。